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，继续玩那个龟家意图的继续游戏。上次我们走到25%，现在我们目标就是这个，走到应该是50%这个问号，继续跑。哥一来就有强刀嘛，喝水，好吃东西，吃多一个25，搞定，然后睡到隔天。下雨天，还晚上还是晚上哦，白天，哦感冒，为什么晚上这样久了是？弄得我的食物都没有了，要吃多一个新的饼干。嗯哼，求饶啊！哎，早知道可以求饶，我就不要去，不用去吃那么多东西。进入先这个废弃民房，一来休息。其实我不用休息，我都100了已经。拿到一个马铃薯，这个就更休息啊。全部全部都是腐烂书，哎，书柜阅读，拿来当然累，休息不错。阅读是加薪情况了吗？好的。洗手盆，失败一无所获，换水180现在。不需要通饮了，反正91我的水。哦，嗨，99%，有冰箱。探索38%，为什么探索跟这个智慧有关系？我们进来开冰箱需要很大智慧哦。OK， 拿到一些基本的物资，继续走。18，83%哦。又来了，洗手池，这次拿了一个绷带。果然是开冰箱需要智慧。好的，这边就有一个烂食物跟那个不围的，这个也是不围的。这边过去是吧？啊，也是不，这么多。好吧，继续走。喂，有坦克车。天佑也生什么？真神庇佑，无人能挡。不管了，先去调查那个先。加快，因为我现在眼馋，眼馋会影响到我们任务的成功。62%成功。拿到药草，拆他坦克，拿到一个木，拿到石头跟铁，拿到空罐，空罐我好像很多啦，我不要空罐那么多嘞，空罐也是蛮重啊，这个丢掉一个，丢掉多一个，一个空罐2的重量，那个木材好像也是过多了，我弄多一只木棍，然后丢掉一些木材，丢掉一个，丢掉两个。OK， 现在92，现在还是要打架了，又是晚上，我先睡到白天再打架。等一下，他是弱小嘛？弱小的话就啊，弱小的话就不用怕他，我们吃饱就可以打，吃饱喝水开打。61够打了。哇，跳起来就对了，赢了。拿到药草，又有一个人，有人愿意帮我吗？奇怪的难民，嗯、请帮帮我，支援给我一些物资。衣衫整齐的，面色红润，穿着难民约束，奇怪难民。交谈，施舍给他。失去破布衣，失去药草衣。好吧，好吧，就这么一点，拿出同情心交谈。奇怪。乞讨就0%，乞讨呗，这个不为所动，好像怪怪，好像是找打架那种，果然是找打架，打死你这奇怪难民，奇怪难民，是奥义技而已，30.0，赢了，哎，拿到明信片，生命上限加10，哈哈，哦，谢谢你，原来你是直线人物，你还跟我说，你不跟我说，敲死你，这个就真的是强大弱小。弱小就不用怕了，先喝一个水，吃一个串烧，然后开打。求饶啊！我不想给你打，其实可免则免，打架这种东西，算了，你逼我的。为什么是他连续跳？哟，打到空罐没有的，倒丢掉多一个。好的，继续走。有的是，
然后又有一个强到普通的。现在白天不要怕了。等一下，等我拆完的时候再给你打。我不要这样，全部失败了。哎，四次都失败，搞什么？求饶38%。过了，可免则免的打架这种东西。垃圾回去啊，一定是变臭。然后呢，沙尘暴算了，找垃圾先。脱衣服，金蛋扔石头，石头，好吧，继续走。好臭，沮丧。哦，眼馋的呢，沮丧哦。我现在看一下能弄什么东西，清洁水。我可以弄什么加心情哦？这个没有加心情。哎，鸡蛋我可以弄这个了，加18，这个加10，那不会弄这个更加值的。这个什么水加蘑菇，蘑菇汤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眼馋的人呢？要打架是不是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喝一个水，然后吃一个烤土豆，来吧，71，敲一遍，敲一遍，赢了，轻松获胜，继续走。这个是服装店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普通难民吧，还不会遇到什么奇怪难民的呀。66%成功，拿了一大堆布。好，收获不错，这次好了，我是不是要补血一下？可是我心情现在上升，这上升这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吧？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，给来上升。石头两个换13个考古钟，不要了。我跑了就下，我站在和上，有意思。如果是普通走路的话，也是下，反正都是下，不管它。有点迟，太远了。亲爱的，我带着孩子们躲进了地下室，食物和水溶还能够撑几天，在之前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啊，在哪里？需要救吗？眼馋，休息一下。现在39%，哦，恢复65了。晚上，失败，不要这样嘞，我之前就失败4次了，算了，这次也要失败啊。成功了，可是拿了一个石头。升级太好了，有2点，我现在加一个力量，再加体质啊，体质太低啊。好了，沮丧喽，年轻新人呢？衣服可以拆掉，不要加负重。好吃东西打架，10多10多水，没有水，有一个，不用喝水啊，弱小吧，不用换了。命中15够了，哦。可恶啊，嚣张啊，好危机，赢了，敲了一下啊，哈哈。所以刚才那个支线的那个信念呢，就是他说水跟躲在地下室啊，太好了，这个是装水了，装这个水就跟敏捷扯上关系，55%。现在我们的水是可以那个了，对不对？我先倒掉肮脏水，肮脏水我喝去啊。没有，现在只有4罐。我记得现在水可以拿来做东西耶。水加医疗药就可以合成这个喷愈合剂。OK， 然后再把那些空罐拿来装水。有下雨。没有什么可以加心情的吗？那走吧，负重了，我丢掉一个木，2个木丢掉，还是我可以做什么？火把，啊，可以了，弄这个，带有了第二级火把。OK， 二级火把，现在是陷入绝望了，感冒了。感冒就不用打架，没有打架没有事啊，他只是影响打架吧，感冒。心情恢复减30，属性全部减1，这边要打架。
打架了，不要走过来，走开。雨是渐渐变小了，还好。蜥蜴两只，有的话会给你，有吗？这个要不要？蜥蜴穿烧，一只有两只给你。问题是他不要，算了，这个打架的我就先休息了，白天就好。然后喝一个水，吃一个东西，开打。绷带，苹果沙拉，刀刃，苹果沙拉，我好像这边采不到苹果了。71开打不？搞定，搜索地图。前哨站那个，看地图，显示坐标，你已经走了10点多，什么鬼啊那个？继续走，潘军要追到我们了。便利店，喂，这边好像打架的那个越来越频繁啊，那个很多潘军在路上走出去，没有东西可以拿哦这边。我力量够强了吗？有没有发现？这东西拿到这边，碎，没有碎。好的，然后就是吃一个东西再打架，吃这个。哦，碎碎碎碎，没有碎，这里吧。哈哈，快点哈他，赢了，拿到一个高级水吧。对，高级15件的吧。对，这个人是什么回事 ？Hello， 你是开不到是怎样？我帮你开，走啦，一起进。反正一个人拿不完。哎，那个原来你在里面，你都不开门给我们进。嗯、饼干换水，不要了。还是没有了。这边蘑菇，喂两颗蘑菇，蘑菇加水可以煮蘑菇汤。鸡蛋，哦，又中了，应该是这样先。慢慢理除，然后可以解锁新职业，修鸡工，鸡修工。好的，哦，又来这东西，得到明信片速度永久加8000。喂，刚才不小心瞄到了，将表拿到。哦，好像被扎到点鸡精啊。不行，我真的是被扎脸筋了，现在又晚上了吗？睡一觉先，我现在骨折状态，还有受伤状态，那个外伤，外伤是哪胶布的吗？有胶布，没有胶布，有了伤口啊，果然是对的。好的，继续走。哎，有直升机哦。平时是坦克，这是直升机，可是进来也是眼馋，是不是？又是一把点探索成功，金拿了 C1， 回衣服跟饼干，失败，73%拆直升机，杂草好过没？现在杂草还是蛮好用，要弄一大堆绳子。接下来这个普通啊，我再休息多一次，然后吃饱再跟他打。喝这个，然后吃掉薯条，又加星星的薯条，鸡蛋，喝多一个水，搞定。来吧，开打！阿威金，29连力，爽！话说我们可以换新兵器了没有？看一下，我先换这个打球棍，现在我们只是棒球棍罢了，要弄这个。石头，先弄先的。3颗吗？不过它少多2颗，一座少多2颗，我们就可以弄这个，弄这个就可以升级了。继续走，又是来这东西。呜、哦，没炸到我，太好了。好的，拿这个，拿这个石头，好的，少了一颗。啊，有了。可以升级了，现在我们弄好这个了就升级。
把它拆下来，然后用这个加那个。好的，铁丝 ，yes， 万众瞩目的这一把终于拿到了。打球棍二到十二，力量型。现在我打算是弄鞋子啊，加速度，移动速度。破布鞋，等下我们拆出来，然后布可以弄出绳子，需要大量的草。OK， 所以主要是收了32个草再来弄。服装店，哎呀，按到了，不用紧啊，走了。哦哦，你在前面拦我的路，那我就只好把你灭掉。煮蘑菇蛋来吃。开打！其实这个木棍有比之前好吗？应该是有吧，因为我觉得木棍它哪都一样。好的，开打。应该刚好有 buff。喂，有的求饶的，避免战斗。再来一次，成功了。成功了，用我们的嘴炮躲过我们的灾难。小刀换帽子，不要其他55%成功金。哎，失败，再来一次。55%失败，算了。又要打架，看一下，弄这个咖啡加一个药草吗？啤酒，心情加20，水分加20，炒鸡蛋。开打吧，73%，呀！赢了，又起死风云的，该站着休息一下，快点过啊！过了，现在是晚上罢了，动吧。我的火是怎么回事？2级加12%，可是他减是减20%，所以要上个40才可以吗？小心！哦，有坦克的东西，要拿吗？出手，快点！不要被炮炸到！快点！哎呀，被炸到一个！啊，快点跑！骨折了！哈，骨折，休息一下。白天没有白天。直升机又是休息时间，不然我们延长48%吗？哦，麦当当，空瓶子，衣服一件，拿到胶水用来的，应该这次收获不错的，负重了。OK， 暂时这样先。又有禽兽战，没有，这边存起来先，应该是跑掉这个问号啊。这边是刀贼到很多，喝水，开打，好一击，32.0，哇，强就是很强，哦耶，收手，禽兽战，敌人的禽兽战吗？那个是，查看地图，30点什么鬼？哦，已经走了这么多。开打！搞定，升级，加那个，然后加敏捷，技能力有了，暴击加20，属性加2，饮食效果20，属性给加2，又可以安了，现在加智慧。好的，继续走，又要打架，准解先，然后吃一个东西再跟他打，过来吧。好，求饶，可以求饶的，有一些可以求饶，有一些不可以求饶，我不能解开。哎，负重又来了，我又要阻力一下，
又是你要打架了是不是？喝一个水，来吧。叛军士兵弱小，好吧，开始。暴击九点一啊，打完了吗？那我还是。戳死你！耶、yeah! ！为什么这朵叛军跟那个抵抗军有点刺？加入什么盾盾军？为了真身而牺牲的烈士，这个应该是叛军的。限制说给天堂中门最什么小奖励，一座八万奴隶，有72位骑士住所。哦，就是加入他们，然后就会有这样东西吗？好像是假的，不理他先。这边又有两只，太远了。那个奈扎日记四处都是枪声，就是说他讲这边打仗的情况嘛，整天都在肮脏的，简直是让人发疯。为什么我就是现在一个在赶去死呀？到第几天了？一个星期之后，他们就看了不少传单，令人讲了不少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。经文和先知们说的话不可能是假言，难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加入叛军？哦，好的，就是说洗脑的方式让他们加入嘛，这约当子。又是日记，吃垃圾一样的食物，然后就是考虑他们的豪宅跟72名美女。好的，这个大致上是看看，我还是不懂他讲什么，实际上讲什么我都不明白。可以按了吗？其他的，哎，艾麦拉，这个就是剧情了。交谈，奈扎尔这个混蛋，他竟然背叛了我们。哦，刚才奈扎尔是写日记那个人不错，就是他背叛了。我看那哨站里一片狼藉，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哨站是我们抵抗军最关键的据点之一，守护这主力部队的侧翼。今天本来是换岗日，没想到营地里突然间发生爆炸，结果是奈扎尔那个 CP 他是自联系叛军，还炸毁了我们营地中的坦克。现在他摇身一变变成叛军的少校，带领着敌人冲击着我们的阵地，第一次进攻逐步急防，阿迪勒和塞米尔都牺牲了，剩下3名的队员依然奋起反抗，打退了他们。一说刚才睡觉的那几个被牺牲掉了吗？第二次进攻，萨比特为了掩护我倒下了，泰马姆也重伤不治，整个哨站现在只剩我一下了。那你跟着我走吧，反正都剩你一个人了。看得出你的战斗技巧很惊人，也并不显示他们害怕女人，传说被女人杀死就无法享受天上真神给的72个处女。呸，这帮蠢货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地狱。可是你受伤了，别说少奥机器有在哨站前的话，下次进攻肯定会连你一起杀。这是沙比特的武器，虽然老旧，但杀过不少叛军，你拿他防身干净会都跑。冲哥，这个哨站是我寻找你的最短的路线，我必神经。看来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小心吧。我的腿现在受伤，然后拖往来后进攻的敌人还是可以的。拜托你了，快走吧，冲出去，别让你的女儿失去父亲。所以他要给我们兵器吗？食物就不用了。一个食物腐烂的，我又在讲太多废话了吗？丢掉。好，他给我那个3622，这个命功比较高，那不用换了。这个。喝水，加回信心。好的，继续走。又有一张纸，就是他们的宣传单嘛。滴，就是洗脑方式的宣传。好吧，这边东西呢？睡到隔天再跟你们打3个。OK， 现在还有8分钟吧。毫无意义。49.0。什么情况？赢了！我补血先，大家，我先合成一些补血的。喷一下那个，然后吃一下补血的那个面粉的，跟那个补血的它的样子差不多。每次他有看错，好吧，我补的满满的。敲你，弱小啊，弱小我就不用奥义剑了，奥义剑留下一只。奈扎少校你好，代表先知精神又在洗脑了吗？盖过4天少在换岗哦，就是他们通敌的那个新监来的法敌上校，就是这个吗？少校奈扎，就是你这个背叛的，吃一个东西要跟他们打，合成麦当当慈悲之心，是的，有慈悲之心哦，看一下，你看。慈悲之心10秒，好吧，看我这样慈悲，
毫无意义。渡过你。哦哦，这个时候起风。哇，一直十点多，十点多。要一个。哎呀，我现在又不能回头，就不能回头，就跟那个妹妹讲，我打败她了，帮她报仇了。眼馋。好吧，进完这个商店，然后就可以存起来。看一下空瓶啊，就不要了，空瓶太多，丢掉一个。水果，水果是蘑菇，拿木啊，然后又麦当当跟咖啡，这吃就不用了。我先弄一些东西吃先。这个两个接近腐烂，所以我先拿来煮来吃。蘑菇汤不能吗？直接吃。有什么要腐烂的就先吃掉它。这个接近腐烂，煮一下。好吃，没有煮了就会新鲜了的，没有腐烂了吗？好的，就是这样先，可是还是负重，风景啊，我等一下自己再处理，我先存一下先。好，这次就玩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